9月18日上午，网友爆出权志龙社交软件 ins 小号被黑，并流出大量私密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私密照中权志龙与日本艺人小松菜奈相当亲密，疑似坐实恋爱关系，引来大批网友围观。照片中日本艺人小松菜奈频频出镜，不仅有低角度拍摄的美照，二人还搂抱牵手，十指紧扣，关系似乎很不一般，让绯闻更加真实，恋爱关系似乎坐实。菜奈几年前就是权志龙的迷妹了，在网上PO去看演唱会，活动上见了基地，还说像做梦一样，今年4月还一起拍了杂志，迷妹彻底逆袭了。小松菜奈替多少迷妹实现了和偶像谈恋爱的愿望，对此网友纷纷表示很惊讶，不少粉丝也送上了祝福。正常的年龄，正常的恋爱，如果是真的就祝福哦。作为龙饭，我可不愿意他一直单身，祝福。而偶像账号被黑，部分网友也表达了不满，呼吁保护隐私。能尊重别人隐私吗？这是他私人所征的小号被人黑客，他私生活有权利自己决定，请保护艺人隐私。